哈，刚刚就这个哈，哦，啊，当然你可以这个跑一下，应该没问题。啊，如果你宽度要设定的话，其实你就是直接切到那个 Visual Basic， 我刚刚提了。如果你的宽度假设你觉得不够，你希望让它调整为300的话，那你可以在这边点一下这个 PB 有没有哈？这个 PB， 然后呢去调整它的宽度。假设我要300 ，Enter 一下，哦，啊，不过这边可能宽度要再把它拉一下，哦，然后把它拉宽一点点，大概到这里，哦，啊，其实可以盖掉一点没关系，反正跑起来没有那么严格啦，它只是大概知道说进度到哪里，不要差太多就好了，不要哎跑完了奇怪怎么还在动，哦 ，OK， 然后再来，如果你这边改了之后呢，记得就是什么，再把那个。我们这边数字改300就 OK 了，啊，其实也不用改太多，反正就这个地方改完，那再 run 一下，哎，有没有？嗯，感觉又不太一样，哦，啊，颜色也可以变更，高度也可以变更，哦，这个我想可以做出很多的变化。好，那做完之后的话，哦，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那个，下一题就是有关乐透彩的，所以待会请各位开启这个乐透彩的中奖几率。101跟102，那101开出来的就是一定是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一个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那如果我今天希望知道说总共101年开几期呢？100减1就是97 ，OK 哈，所以上面栏位名称扣掉。那如果说我希望知道101年的这个里面的数字哈，开出1号的次数是多少？开出一号的几率是多少？那102年的次数又是多少？几率又是多少？我希望在统计分析里面帮我得到结果，并且合计，然后帮我排名。也就是说，我要算出这两年哦，哎，这个几率最高的那个7个号码是哪7个？哦，那如果下课之后呢，那个彩券行还没关的话，哎，可以顺便去光顾一下，好买个号码。不过你会发现。可是老师，这个只有两年呐，这个应该哈，哦，这个什么呢？它的那个数不够大了，哈，哦，母数不够大，所以怎么办呢？如果你希望呢，把这个你的这个量哈，哦，母数的量要增加的话，那怎么办呢？你可以到那个哈，哦，我们另外一个练习题，哪一个练习题呢？在这边有个叫大乐透的历史资料下载，那其实你 Google 哈，哦，输入什么呢？大乐透历史啊，你会找到一个网址，这个网址呢就叫做什么呢？叫什么比乐透云之类的哈，哦。那它里面的话呢，就会有历年来，像11月今天22嘛哈，昨天的开奖，里面总共会有1到50个 page。那如果说你希望怎么样呢？最好可以按个按钮。自动帮你把1到50的全部的资料一次下载到 Excel， 然后一次呢全部就统计出来，你就知道历年来大乐透里面开奖啊中奖几率最高的7个号码是哪7个了，有没有？哎，这个就我们要延伸的，哎，有什么方式啊？如果你不会一键完成的话，你可能像以前是吧？可能就是这个 page 有没有选取、复制、贴上。但是你要做50次哦，哎，可不可以有没有什么方式哦？按下去哦，然后它一个自动全部帮你把它全部跑下来，然后自动也全部都做完了，啊，所以哦，最后你告诉你答案算了啦，好，哦，哎，这样不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哦啊，不过怎么做，有没有办法做到？当然有，怎么做？待会会跟各位讲。其实说真的，比想象中还简单，哦，里面大概就需要用到一个功能。什么功能呢？就是，资料里面哦，有一个叫从 web， 从 web 有没有？哎，这边，哎，这边哈，哦，叫从 web 是从，哎，是取得其他是吗？它放在换的位置，之前有个从 web， 不过这版本变更的哈，哦，其他来源啊，哦，在这边，从 web 在这里，好，哦，OK， 所以我们现在的版本是2016的，他把它放在这里。那他会这个从 web 功能，哦，其实主要是他把那个 IE 的浏览器帮你迁入到这里面来。那你只要怎么样，只要再把网址告诉他，
好、哦、啊，他就会帮你把那个网页里面的资料，看你需要哪一个资料。不过特别说他是抓 table， 抓表格，所以你只要告诉他这个网页里面的哪一个表格你要，你告诉他，他就会帮你把那个表格汇入到你指定的位置了。不过哈、哦，如果你一个 page 一次，啊，可是第二个呢？难不成你要再做一次吗？不用，你录制聚集之后，写一个 for 回圈 ，for i 等于一到五十，它就是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一直帮你把它放到底下去，哎，不就完成了吗 ？OK 哈、哦，所以待会我们再来看这个部分。啊，如果你对于那个什么呢，从 Web 功能不熟的同学啊、哦，也许你可以从这边，哎，这个查询其他这边哦，有个从 Web。它会跳出那个浏览器，那我们其实只要怎么样，把刚刚这个网址哦，里面这个、啊、复制一下，再丢给他，这边有没有？哎，它有基本进阶，哎，这个算是新功能啊，反正 URL 给他好了哈、哦，确定一下，因为2016哦，我们这版本太新了，哦，直接帮你下载下来了。哦 ，OK， 也许你可以先试试看，应该要用进阶，用，哎，这功能好像更厉害一些些，啊，等一下再来看好了，因为跟2010的又不太一样。好、哦、，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哦。那实际上我们可以从 Web 这个功能哦，啊，把它录制聚集，录下来之后呢，再来修改，其实就 OK 了哈、哦。这个乐透啊，第一个当然哦，我们要分析了啊，分析我如果要算呢，它总共。几次的话，那我们可以用刚刚讲的，也是一样统计里面的什么呢 ？count 算什么呢？算某个范围里面出现一的次数，应该是啊不，先用 count if， 那所以呢，一定他会跟我要一个范围，所以呢，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是建议啦，干脆你把这个范围先定义成一个名称，然后用 f 一刚一样嘛哈 ，f3 取这个范围，所以我先横向选七个。Ctrl Shift 向下，把这个范围呢定义成101。不过特别注意哦 ，Enter 它会怎么样？它会跟你讲说哦，不能用数字。特别注意哦，名称哈、哦，它不能用数字开头。所以怎么办呢？如果你要用数字的话，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叫开奖好了，101这样子。如果开头只要不要是数字都可以。所以我把它改成什么？开奖101啊 ，Enter。好，这个范围就叫开奖101。这个的话呢，选取向右 ，Ctrl Shift 向下。这个范围呢叫开奖102，这样子没问题了哈。那、啊、你说有什么好处呢？其实非常好用，为什么？因为第一个 count if， 我 range 的话呢 F3， 开奖101就出来了。Criteria 就是帮我找一号。那因为我等一下向下填满，所以它会自动去抓1到42号的开奖的次数了，有没有？啊，所以以后哈、哦，假如你把网络上所有的资料都抓回来的话，哎，那历年来的开奖的次数不就出现了？谁出现最多也可以排名了。OK， 所以哦，你只要懂得去抓网络的资料，统计这部分就交给康一夫。但是我如果不要是一个。啊，几次？我要是几率的话，那我可以再除以多少？除以它101年总共的数，总共开出来的那个这个数量是几个号码？那几个号码的话呢？基本上哦，当然我们这边的话呢，哈，可以看到七个嘛，乘上99，所以理论上是693。但是我们不是要自己算，我们是要什么？用什么呢？用刚刚讲的那个函数。斜线、哦、除以什么呢？除以那个 count， 其实你用 count 或 count a 都可以啦，因为里面、哦、其实都是数字，而且都有资料，所以你用我用 count 可能比较精确。那 count 什么呢？ count F3， 把那个开奖101呢，把它带过来，哎，693算完了，有没有按确定？好啊，几率就算出来了，向下填满。好、哦，啊，如果102年怎么算呢？102年的话，其实哦。如果你懂得用名称的话，有个好处，复制之后有没有取消，把它贴过来，改哪里呢？改102，有没有102？按名称的好处就在这里，直接呢改个名称打勾，算完了。OK， 应该没问题了哈。那再来的话呢？可是你会想说，老师，那这个
几率哈、哦、有点太长了，小数点，我不习惯看这样的数字，我比较希望看到是万分之多少，哦，比如说一万分之，这个应该是万分之245吧，可是怎么做啊？按右键储存的格式里面有没有万分之多少的那种格式呢？好像没有，不过有个接近的，有没有类似像万分之多少？不过它只有百分之多少，那你可以怎么样呢？可以拿这个来改，有没有分数制定？它这边是100，对不对？那你可以把它改什么？改成00不就好了？万分之，那这个问号哈、哦，我是建议呢，你可以多打几个啦，因为可能的数字哈、哦，它会是一万，所以可能最多大概就是3个字、4个字、5个，不过大概顶多3个字啦，所以你就放3个问号。但是如果你担心说它可能最多大概有4个、5个的话，你就多打一个问号。啊，它多打一个，它会怎么样呢？你会发现哦，前面会帮你空下来，保留。也就如果它有4位数的，它会再补上。哦，所以理论上我大概习惯是把它加2个吧，哈，总共就是万分之多少这样子。哦，按确定。那我习惯呢，在除号前后怎么样，加个空白，这样看起来比较漂亮。哦，按确定。然后把它向下填满，啊，这个格式哈、哦、怎么做出来呢？这边的话把它刷一下，哦，然后这边刷一下，啊，然后再把它重新填满 ，OK。我感觉好像它太靠那个右边了，所以为什么会靠右边呢？因为哦，我刚刚怎么按右键嘛，出现的格式哈、哦，这边问号太多了，所以干脆把这个问号2个拿掉好了，这样感觉比较自中，不然感觉好像有点点。太偏右边，因为它保留两个字、哦、所以这边向下好了 ，OK 好，然后这边把它刷一下，刷一下，哦，这样就完成了。完成之后的话，合计、哦、就是它两个年度的几率，就是这个年度加上这个年度打勾，向下填满。那排名的话呢，就是用那个统计类的函数，有一个叫 rank EQ、哦，rank EQ 呢，按确定之后的话，那我要统计我现在的几率跟我这个整个范围的几率 Ctrl Shift 向下、哦、所以特别注意哦，这边、哦、然后 order 的话呢，就是由大到小，基本上高的在前面，低的在下面，那就用预设就好了、哦、所以基本上呢，我做完之后啊，记得把 REF 这个范围、哦、按 F4 两下，因为我等一下会向下填满啊，范围意思就是说 ，number 指的是它的几率，在这个范围里面，它是排第几个的意思啦。啊 ，rank 意思就是说，在范围里面排名，它会返还给你，它排第几个。按个确定之后的话，26，向下填满 ，OK， 哦，那排名就出来了。啊，当然呢，最后我希望怎么样，请你告诉我，这边呢排名在前7名的是哪几个号码？哎，那怎么做？哦，所以这里的话呢，当然几个做法啦，常用里面有个设定格式化条件嘛，新增规则。哎，那如果我希望怎么样，一个简单的方法，请你在什么呢，排名的地方只要是前7名的，帮我格式化前面的哦，因为我希望知道是哪些号码，对不对？而不是排名前7个啦。啊，当然如果说你要排名前7的话哦，你可以用那个设定格式化条件新增规则，这边有个此格式化包含下列储存格，如果储存格的值呢，假如是应该是小于等于7吧，好，因为我要前7名啦，小于等于7的话，那帮我设定一个格式，字是红的，底是黄的，按错了，哦，这个字是红的，底是黄的，按个确定，有没有前7名的？但是会有个问题，我还要看完这个哈，还要再看这个，那好像不是很直接。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做出一个效果，哎，不是格式，是条件在 E 栏，格式在 A 栏，应该可以理解吧？哈，所以这边的话要怎么做？设定格式化条件，其实也可以哦，只是说哈，做法哦。特别注意哈，第一个一定要选你的条件范围。那我把刚刚那个规则给清掉，这个把它删除，把它清掉。那特别注意新增规则哈，你就不能用这一个，
因为它只能储存格跟格式是同一个储存格的前提下，所以怎么办呢？你可能就用这个使用公式了。OK， 使用公式可以是你指定的储存格的条件跟格式化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哦。OK， 那要怎么做哦？哎，我想各位试一下哈。那我刚刚主要很快的讲完一啊，所以定义名称先定义好。二用 count 哈，然后除以这个啊，再来就是这边按右键哦，储存的格式我是用那个分数这边的百分之多少去制定一下修改的哈。然后再来排名用 rank EQ，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哈。那剩下就是说我如果要格式化的是，哎，那个什么呢？前七名，但是我前七名是要那个前七名的数字，而不是把前七名格式的话，这个地方要怎么做？我想各位试一下这个部分哈。